可爱的，我的孩子啊，快点，快点出来吧！这里有妈妈，还有爸爸哦，快点，快点出生吧，可爱的，可爱的，我的孩子啊！老公，快看，这孩子在肚子里好开心啊！妈妈，好温柔，妈妈，但是为什么？哎呦，请原谅我吧，吵死了！本来你也要和你丈夫一样被斩首的哦。你丈夫违反了村规，是我妻子的你，光是能活下来就应该心存感谢。快把我的丈夫还给我！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这家伙患有身孕哦，真没办法。喂，哎呦！哎呦，流产哦，被弄流产哦！妈妈不要哭，有好多生命的话，一定，妈妈一定会得到幸福。看太可怕了吧？妈妈总是在寻求定下约定的孩子的生命。哎呦，哇，消失了！但是刚才的是什么？定下约定的孩子的生命？不太懂，但是心里乱糟糟的。自从进来森林后，一直阻挡我的一定是小孩子，但是总觉得好奇怪，合为一体，和那个甜蜜的呼喊声有点相似，却又不是。小组在这种地方还安全吗？得快点离开这个地方，去找小组才行。好好，所以。我们刚算是暂时解决了。那离开这里要从刚刚那个有光的地方出去吗？等等，我从哪里挖洞？这里。OK， 对，因为那是有光嘛。啊，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左上角没有血条，所以不会有追逐战。OK。小左。你没事吧？振作一点。大姐姐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大姐姐，对不起，小左，我无论如何都忍不下去了。无论是不知道森林有多恐怖，而是想要破坏史料馆的公务员们，还是明知道森林有多恐怖，却还是把错怪在大姐姐头上的村民们，大家如果都能了解就好了。了解什么？这样啊，果然是这样子呢。小左，你是为了我和石料怪才会假装被紫兽鬼抓走，对吧？大姐姐，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，却还是跑来森林找我吗？我这样你不能放着不管吗？我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。为什么要过来？这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怎么了，小左？我遇上了小小鬼魂之类的？不是，我遇到了紫兽鬼呢！大姐姐，快点逃离这里！紫兽鬼正在呼唤着大姐姐！啊！紫兽鬼来了！哦！見つけた，找到你了，约好了哦。泰迪的孩子，快点给我十只的生命吧！我就十只。项链上石头全部碎掉了，快逃，快点！大姐姐，快逃！在存档，进行存档。不，不许逃！你个撒奶！快，直直的往前。不许逃！还在追，2024还在追，等一下再跑，再往回，还没，呜，紫兽鬼，真的有紫兽鬼，呜，
追追追追追，对对对对丢你的心。岔路该怎么办？向左走还向右走？怎么了？啊，那姐姐，走这条路吧。好，第六感，第六感是直觉，直觉是最准的哦。做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哦。好好好 ，OK， 应该算过了啦，算过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啊，没继续追上来吧？谁知道？不过已经没有听到声音了，大概是有这个暨大夜光石的关系吧。那么，该不会待在这里就安全了？但是这个几乎不会亮了，我想大概还是不行啊。只是这里有这么大的岩石，我想应该还是会有所戒备才是。要是被发现的话，一定会追来这里的。下跪，小卓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脚有点酸。比起这个大姐姐，多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大姐姐，你可是被紫兽鬼给盯上的哦。大姐姐，你和紫兽鬼做过约定的哦。啊，约定。大姐姐，你曾经向紫兽鬼定下约定，说会给他性命。但是我一点不记得我有做过这种约定啊。但是紫兽鬼一直是这么说的哦。代替那孩子把失之的生命给我吧，那是分割约定的代价。是什么时候啊？是因为那个吗？就是那个小孩啊，那个叫什么步子吗？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没有擅自做这种事情，大姐就不用来这座森林。什么意思？不对啊，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小左的心情，以及无视了虚后的阻止。全部那是我的错，所以小左你不用向我道歉。但是，总而言之，只要我们两个还活着，平安活着回去，这样就够了。反省就等他回去再说。我想温柔刑警应该会气到来说教的。则，好了，赶快一起回去被骂吧。到那时再一起向大家道歉吧。大姐姐，你太奸诈了呢。但是，好了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我们暂时算是安全的告一段落。还没。闪电！打在很近的地方呢。还真是一堆对心脏不好的事情，不要再笑，赶快走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追逐战又来。想要断掉了，是因为刚才的诺雷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该怎么办？这样的话，只能从刚才岔路的那边走看看喽。说的也是呢。虽然不太想这样做，但是还是往回走吧。OK OK。应该不会再出现小左。哦，声音有点吵，他听到声音了。什么？这声音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小左，怎么了？声音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呢，是与紫兽鬼和那一些小孩子的鬼魂都不同的声音。小左，你说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大姐姐，你没听见啊？那么这个声音果然不是跟紫兽鬼一伙的。是其他鬼魂的声音吗？其实就算有声音，不要牵扯上才是好事。但总觉得没有什么邪恶的感觉，而且啊，这个声音好像是在说，我想帮上忙。如果能够帮上大姐姐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虽然我听不到，但小左都这么说了。稍微试着挖出来看看吧。哦，所以这里有声音可以挖出来。OK OK。我刚有铁铲嘛，对不对？从泥泞中挖出了乳白色的小碎片。这个是大姐姐，就是那个哦。诶，怎么回事？小左，这个碎片在说些什么？大姐姐那个碎片想要帮助妈妈，她是这么说的。这个该不会是在这座森林里一直追上来的小孩子的骨头？但是那个碎片，他说着他们自己消失也没有关系。哎呦，啊，小左，这次又是什么事？有别的声音？哎，大姐姐快逃！哎呦哎呦哎呦靠呦哎呦哎呦！
小左被抓住了。小左，快放开小左！这条蛇一动也不动。小左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把你挣脱出来。大姐姐，赶快先倒吧！我办不到那种事，不行，大姐姐会被抓住的。我怎样都好。大姐姐，你不要老是想要牺牲自己啦。大姐姐，你又不让我向你道歉，又不让我保护你，那我也可以牺牲自己，死了也没关系吧？拜托你，快走吧。小左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小左，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带着村里的大人们回到这里的。完蛋了，他是被谁抓住？是一条白蛇哎！完了，失去意识，糟糕！怎么办？神秘的蛇缠绕在左九间的身上，解不开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对啊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要再哭了，赶快走！为什么会有奇怪的白蛇？找到你了，船长。好，快！快点过来吧！眼明手快，岩石散发出蓝白色的光芒。别想逃！啊！光临来，讨厌，恶心，可怜可恨。好。洞窟的入口似乎是人工挖出来的。OK。好。这里是。跟牢房的洞窟很像，但总觉得有一点寒意呢。有好几个房间，看来应该有谜要解。好，继续走。亮光是什么光？有光线从上面漏下来，天花板有个圆形的洞呢，该不会是井口？那他要怎么上去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啊？拜托，有没有人？如果有人在的话，拜托了，请救救我们，拜托，我的朋友有危险。管理员该出现了吧？中天鹅这样的英雄。好，冒险！我可恶！又遇上河水涨潮，就对，被耽误了。就连来到这里花了不少时间，毕竟是左九间，总觉得只要他人在，只要管就是帮了大忙。只是连电话也打不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现在是望月刑警，我是王望月，需要十字小姐，左九间有在这里吗？有人在吗？该不会都去森林里面找了吧？我作为一个刑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拯救我的人民，毕竟我是人民的保姆。奇怪呢，好像还是没有看到，怎么回事啊？等我森林的桥坍塌了，这样一来，不能进森林，也没办法轻易回来了。回到村里，再去拜托村民帮忙吧。我跟你讲，只身，吓死我了！喂，我是王爷。前往史料馆的桥坍塌了。好，这边的状况是，这双老金又回不去了，就这样待等也不是办法。进去史料馆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人。有没有人在啊？感觉不到有人的气息。而且是停电吗？所以才连电话都打不通，真是奇怪。七号，不在吗？如果留下什么纸条就好。电话的电源灯是坏亮着，不正在停电吗？这怎么一回事？但是就算可以用史料馆的电话，也没有办法联络上左九间和七号他们，就没有意义了。没有上手，
真不像旭赫这么不小心，难道是很赶时间？我进来喽。人不在啊，虽然翻找每个房间有点失礼，但还是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纸条好了。请快点回去，已经过了闭馆时间。馆内深处三楼禁止进入，请快点回去。这里没有你说的那种资料，如果明天休息，你们会再来。你是谁家小孩？是件针对走失儿童写下便条纸啊。哎，徐二啊，看起来虽然很冷淡，但是也有温柔的地方呢。哦，便条纸中间掉出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的数字和字母的对照表。哦，哎呦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一和一代表 A， 一和二代表 B。该不会是传呼机讯息的写法？印象中，狮子小姐和虚赫应该带有传呼机，山里不知道有没有讯号，如果距离很近，或许可以接收到。要试一下吗？好啊。不过我能顺利送出去吗？真亏年轻人能够将这种东西记起来。哎，我已经是个大叔了，总之来试试看吧。哎，啊，传呼机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王月，你们在哪里？王月，应该是你们在哪里？望月，这个应该是来自望月刑警的讯息。既然可以收到讯息，这个井一定是史料馆里的井。试着喊喊看救命好了，大声求救的话，或许还有机会求救。可是从井底发出的声音，会不会因为下雨没办法听到呢？不必不必，我在找你们，王月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文字这怎么配音啊？笑死！望月刑警一直传讯息过来。好，那就把这个传呼机。嘿，哦哦，赞赞赞！哎，他丢的其实也蛮远。好了，成功丢出去了。果然参加过篮球社，真的啊！对啦，他参加过篮球社，对啊，这样就很合理。好，喂，传出去，太困难了吧？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好好传出去。怎么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？该不会是传呼机？好像是从外面传出来的。是在抖啦。好像比较像后门哦。我想想看哦，紧急出口那边。紧急出口，我记得好像是在二楼。这边。这是办公室钥匙吧？等一下。办公室的钥匙。紧急楼梯。对啊，没错啊。等一下，所以我要先拿办公室钥匙。哦，他还先敲门，也太……借用钥匙啊，奶叔，借一下，对。好。OK， 开门，开个门 ，nice。这不是狮子小姐传呼机，安内那个水机关所在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啊？拜托了，如果有人在的话，就回答我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立夏啊，你哪里啊？啊，你是望月刑警对吧？是我，神奇，我在井里面。井里面啊，为什么我找一种所在？从森林里通到这里来，比起重视，请帮助我们。我找到小左了，但是他被奇怪的蛇抓住了。你说爪？被咬伤了吗？不是的，是一条很巨大的蛇。小智，赶快呼叫救援才行啊！但是啊，从刚才的无线电来看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救援。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作为一名警察，人民的保姆，人民的公仆，社会的公仆。这样下去，小左他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继续等下去就来不及了吗？
但是在这边等救援或许对一名公务员来说是正确的判断，不对，不如说是绝对正确的吧。只是我继续这样子做的没有关系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等我一下。社会的公仆，这是绳子吧？好。哎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落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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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警察，那绳子，你没事吧？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了。啊，对不起。虽然说久久这件事，但是你还有需要，居然都不在，也是因为你们，我以为肯定去找他了。哎，抱歉。我总是单方面受到你们的帮助，真是的，我这个人跟你们相比，真的太没有用了。我会神经。我也没资格对你们说教，这次行动我还得写悔过书呢，我得赶紧出去才行。还不如到山林里面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不知道序号在哪里，毕竟我也是擅自闯进了森林里。啊，所以说从指针到哪里去了？被蛇抓住怎么一回事啊？这详细情形之后再说，总之先和我过来一下，不然过去的话小组会有生命危险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有这个。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人民的保姆哦，伴随在身上哦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。啊，这到底什么所在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里可以通到史料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好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应该大家会不会看到紫兽鬼啊？哦，他已经走了。啊，你讲紫兽鬼，啊，这是森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？OK OK， 站站。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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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，警察先生要是看到望月巡警，要是真的看到紫兽鬼，他一定会惊个死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啊，这是啊，这是啊！啊，左脚尖的啊，快进来！哎呦哎呦哎哎，为什么爆不掉啊？怎么看这都是单纯的藤蔓而已啊？藤蔓。这明明是蛇，现在却变成了藤蔓。哎，赶紧脚套，赶快！小左，啊，左姐姐，我们来救你了，振作一点。大姐姐，望月刑警，已经没事了，我们来救你哦，所以再撑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小左，我们会救你出来的。哇，这藤蔓已经是下咒了。这样下去，拿枪了吗？干嘛？你要去哪 ？Hello， 什么意思？我有袭击。哎，你稍微后退一点，来用我的降龙十八掌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开枪了！哎，明明被枪打，但为什么一点伤痕都没有？怎么会？徐鹤？啊，什么？徐鹤他来了吗？妖刀，妖刀，他拿妖刀来了，还是要用写字的。啊，徐鹤，我在你去手机啊！啊，但是我现在先交出九左剑，你可以帮个忙吗？他那一把刀，我猜应该是夜光石做成。哇哇，帅！切断藤蔓的那个瞬间，好像听到什么东西的悲鸣。小左，哎，你使用那个切断藤蔓的？阿修，你之前明明就说那只是一把仿造刀。啊，算了啦，这个话题之后再来谈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徐赫。哎，找人就赶快带左左剑回去啊！虽然他失去意识，但呼吸平稳。哎，真是的，让人担心成这样。好了，我来扛左脚接你们一起回去吧。这样子总算方便行动了。看，哎，约定还没实现。给我，把你的生命给我。哎，狮子小姐，你想到？
干，我自己就是鬼吗？那个，你们先走吧，有声音在。啊，送鬼来了！不要啊！哇，哇，可恶！先生小姐，不好意思耽误你几秒钟的时间，如果影片还合您的胃口的话，希望您能帮我们点个赞，留言给我们一些回馈支持我们，肉肉感谢您。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呢，影片旁边的超级感谢点下去，可以让你一生平安又顺遂哦。